圆形零嘴加点空。大部分人都觉得好吃的东西一定就是不健康，对对。可是其实还是会有就是健康又好吃的东西。这个既是圆形又意外好吃，整只的虾这样子，连头连尾的这样子，整只啊，哦，而且很煞嘴。它就是樱花虾近亲，第一个很高，它把须须弄掉了，而且它比较大只。超脆的，这是圆形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食物，比较不会让血糖波动太大。接下来这个呢，小只的鱼，这打一个油啊鱼，国语叫做苗仔鱼，它是用低温48度到50度去烘焙，这不会熟，因为它没有油炸，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，你不用费力，很适合老人家吃。哎，啊，第三道比较大只的这个是什么？那个鱼，鱼缸才吃得到哦，它叫做小鳍镰齿鱼。钙质很高，它的刺是卵刺。大概每10克的小鱼干，它的钙就等于相当于喝一杯牛奶的钙质含量。哇，这个零嘴里面哈，首选听说刚刚就是鱿鱼丝，它颜色比较深，有像炭烤感觉之外呢，就没有那种化学药剂漂白的味道，就是鱿鱼真正的香味。咬越久，你就越容易有饱足感。对，真的很好吃。那我建议要带什么小卷片？你看它有那个炙烤过后的颜色，对，而且它一丝一丝的，其实你很好吃。对，其实就是自己手撕的小卷丝，让自己手撕就好了。我来感受一下。海龟在我旁边游泳，还有章鱼先生在吐着墨汁。而且我觉得它很棒，因为它有夹链袋，你没吃完把它弄起来，它就不会潮湿。